今年端午四天连假，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参与艺术飨宴。一年一度的葫芦墩文化节十号登场，文化中心今年加码邀请阿中布袋戏和台客嘻哈团体 Under Lover， 以端阳文化为主题，带来一系列表演节目，同时配合亲子闯关和文创市集，陪伴民众度过一个知性的连续假期。公元2000年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杀是不好的行为。布袋戏阿中一出场，立刻引起台下哈哈大笑。配合端午节庆，这次受邀参加葫芦墩艺术节，准备以改编的屈原故事来教育小朋友生命环保的重要性。人啊，对不对？要对着这个往前看，来深呼吸，啊，吐气，啊，那吐气要干嘛？你要觉得这个空气很清晰啊，活得真好，有这种感觉，没有错。所以呢，你可以不必多这么做，多讲一分钟。或者是打1995生命专线哦。为了因端午四天连假，今年的葫芦墩艺术节提前来举办，除了邀请阿中布袋戏来互动外，也安排了台客嘻哈团体 Under Lover 以端阳风华为主题，十号在中心广场来同欢。那从下午4点开始，我们就有户外的市集，还有一些亲子的闯关活动。那晚上7点准时，就会有精彩的阿中布袋戏跟台客乐团地下情人的演出。那节目非常的精彩丰盛，欢迎那个我们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葫芦墩文化中心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请启动。现在我们2016年葫芦墩艺术节活动6月10号有亲子活动，也有流行演出，当天还会结合文青市集和互动闯关游戏，让民众端午四天连假充实又好玩。记者李蒋中采报。